好，麦飞人气王，大家好，我是大头阿 K。Hello， 大家好，我是柳莹。那柳莹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犒赏自己的呢？我发现到你的生活、你的时间好像都是在运动啦，然后现在还有一连串的活动啦。那有没有那种真的是可以让自己休息的时间？其实我现在安排我的时间基本上是80%-90%都是在事业，然后10%-20%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们可能会看到我打高尔夫，有。因为可能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我失去最多的是自由。对我来说，所谓最开心的中学啊、大学生活，我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对我来说，真的是只有羽毛球。所以我就觉得，我跟你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学校就是两个礼拜只有一次 outing， 然后只有星期天，然后星期天6点半之前就要回来，我就回来。所以以前我是听到巴三巴拉，我是特别兴奋的。我们是真的就是完全去不到的那种的。OK， 所以是你的整个中学就只有为了巴沙马那么快乐。我一放假回家，我就是说，哦，跟我爸爸说我要去巴沙马了。现在的年轻人，你看你们多幸福。OK， 那我想问了，就是 as 一个运动员，其实吴柳莹你会不会很害怕说被问什么问题？如果你说在场上的话，可能当你一直赢过这个对手之后，然后他这一次你输了，可能你交手5次，你赢了4次，然后你输1次，他们就问你为什么你这次输。就我那个时候，我需要去深一口呼吸，我输去了我也不好受，可能会还是比较正面的回答，可能太了解我们的球路，毕竟输了4次嘛，别人肯定会下苦功，所以我会这样子慢慢去解释了。好，那在如果在人生上面呢，在媒体上面，你很害怕媒体问你什么问题？你猜到的吧？那接下来什么有什么进展吗？其实我的像我刚才说的，我重心其实还是释放在事业上，但是不排除会有如果身边有适合的人，就是我不会去拒绝，前提是如果他能接受我比较是一个事业心重的女生。对。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的这个强势的形象会不会阻碍了你的感情上面的发展？我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可能确实有男生啦跟我说过，你干嘛那么拼命，你这么强势，哪里有男生敢追你，够了啦，钱赚够了啦，就不要那么拼命了啦，就会这样。我就可是你当然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去做调整嘛，对不对？我很清楚我自己未来的路，我很没有那种安全感，就是当你退役之后，你曾经是场上的那一颗星，但是当你退下来之后，你是谁？我常常问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会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为我退下而做准备，这样的。OK， 哇，很棒。好，谢谢吴柳莹今天接受我们麦饭人气王的访问，然后也当然也希望说柳莹的所有的人生的计划、事业上面的计划可以越来越好，然后也可以找到一个包容他一切、接受他一切、然后爱他的人。谢谢你，谢谢。